心，因為你哋正式可以面對面對話溝通。其實今次不是我第一次，我嚟過很多很多次噶啦。點解咧？因為其實咧我其中一個仔咧就喺呢一個嘅Senior Home嗰度咧係做義工嘅，喺前台嗰度做咗一年有多噶啦。咁所以我嚟過很多次噶啦。咁今日好開心，因為今日係元宵佳節啦。咁亦都係新年。咁我祝大家最緊要就係新年進步，心臟力健，萬事勝意。多謝。係啦，我都要大部分在座嘅人士咧都有子女啦，可能有孫添噶啦嚇。咁咧最緊要希望佢哋咧聽就聽話。咁我點解咁講咧？因為大家都知道咧，而家世風日下，無論治安啊、青少年咧嗰個德育咧都係走下坡。咁所以咧，發覺治安咧就越嚟越差。咁我其實做警察，正如我所講咧，做咗18年都係執法嘅。咁經過好多社區嘅熱心人士啦，我嘅朋友啦，極力鼓勵我，希望能夠參選。咁我亦都決定咧係正式參選，因為咧今年5月14日星期二咧就係重要日子，就係每人咧就可以有個權利去投票嘅。咁咧我就係今次咧就代表列志文中區獨立候選人身份咧係參選嘅。我點解要參選呢？不是話人家鼓勵我我就出嚟，而是我真的想用個心，係希望能夠將代表列志文中區的選民去做一些事。做咩嘢咧？我覺得在治安方面咧，我會特別關注長者的服務啦、照顧啦、女士們的照顧啦，同埋青少年課外的教育，我會特別關注。因為對我嚟講咧，要搞好治安咧，唔係話淨係警察嘅力量，而係需要咩啊？群策群力，包括你哋每一位啦、青少年啦、教師啦、立法嘅人士啦咁樣。我希望咧，作為一個中間人，作為一個省議員，我想做一個盡心盡力嘅省議員，將你哋嘅聲音係發出去，將我過往喺警隊嘅經驗，將我過往跟青少年的接觸，因為其實我亦都是一個老師嚟嘅，喺香港我曾經教過教過書，係教經濟學嘅。咁我喺呢度咧亦都住咗接近22年。喺呢22年裏邊咧，我都係不斷有跟青少年接觸嘅。咁所以咧，我希望喺呢方面咧，我能夠咧係發揮我少少嘅力量咁樣。所以咧，我今日正如所講，非常之高興。咁啊，最主要咧，都係同大家拜年。咁我有少少嘅心意，希望大家唔好嫌棄。咁我每人咧會收咗利是啦，利利是是啦，就因為獨立候選人咧唔同有政黨背景，會要特別努力，我唔介意。咁其實我仲開心，因為咧我係覺得有啲咩嘢要講要做就去做，就唔需要受到黨嘅影響咁樣。所以希望大家真係能夠喺呢個過程裏邊能夠同我一齊行呢條路。咩點為之行呢段路呢？就係、是、如果有啲咩嘢，你突然間諗到Gary 話咁添，我有少少提議喎，我電話俾你。因為咧，我唔想淨係所講嘅嘢、做嘅嘢係我自己嘅思維、自己諗嘅嘢，而係我係代表大眾嘅。你哋正正式式，你哋先係我嘅老細 boss， 即係你哋先係，所以我只係一個代表你哋嘅啫。同埋咧，我自己係。我香港出世的，雖然可能呢有些人覺得我不是很像中國人，但我是香港出世，我只不過來了加拿大30年。其實呢這本宣傳的冊子呢，我會留一兩本在這裡，如果你們喜歡喜歡的話呢，你可以跟前台的人 接觸看一看，裡面呢是包括呢不是我的政綱，我政綱呢我只是裡面沒有說我的政綱，只是說我會關注的特別的事項，因為咧我政綱就會跟從咧嗰啲重要的範圍嚟講嚟定立㗎啦。咁無人歡迎咧，可以喺前跟下。你唔使啦。新年好好好。
係啊，我先。祝你哋真係個個都身體健康，健康達。所以我喺嗰度咧受浸。係啊。係啊，我兩個哥哥都係牧師。我就喺香港，我喺香港浸浸嚟嘅咧，係有。我都幾廿年㗎啦。多啲。好。我香港住咗六年。好一陣啊，我問下。多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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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唔好客氣。多謝。坐低咩？坐低咋？